后边编丝，后片这里起针116针，然后用3.5号针，也就是这号针来起针。我们这里织要织10厘米的高度，但是我前面织了13厘米，所以说我们要和前边的高度是一样的，这里的下摆高度。我现在的后片它的下摆针这里的高度，这里的高度已经编织好了。我们这里的高度和要和前边的高度一样，这是前面，我们要让它对比，就是你要这样比，比如说你要放在这里比，它的高度一样以后，我们就来要来编织上面的，这样比它一样的高度，像我们编织这里的高度可以了。下摆的高度和前边比一样的高度以后，我们现在要来看这里下摆几针，后片下摆几针116针，下摆丝完换，就是下摆我们丝好以后用5号针编织花纹，五号针编织花纹，排花纹时我们要加7针，就在省排后片的省排这里，省排的从这个位置，从线这个位置到这里，在这中间的平均加7针，然后一共123针，后片白花纹好以后要有123针，可以。然后这里排针的方法跟前边一样的，边这里下叶，叶下这里是5个上针，这里一个麻花4针，9针的玫瑰花针，这里2个，麻花9针。这样拍看这个图，我会把它拍上去给你们大家看的。然后呢9针麻花这里一样的吧，编针也是5针上针，这里的上针要和前片的上针，到时候我们要缝合在一起，缝线在这中间缝线在一起也可以。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来拍花。拍花的时候我们就把5号针换了，就现在开始用5号针来编织，这里5个上针，好，5个上针以后，就是要排4个上4个下针，又排一个麻花，1、2、3、4，再来2个2针上针，麻花和玫瑰花的距离针2针，这里然后我们先织平针，这里是麻花针反针，麻花针织9针。好，花个顺序，现在开始1、2、3、4、5、6、7、8、9，麻花针1、2、3、4、5、6、7、8、9，玫瑰针这里是9针的玫瑰针，9针玫瑰针以后再织2个上针，2针上针，4针下针，这里是麻花针1、2、3，这里我们要加1针，4个麻花针，然后2个上身，然后再来织4个麻花针，4针的麻花针，再来织2个上身，2个上针，然后我们又要排9针的玫瑰针，玫瑰花针1、2，这里我们加1针，3
四、五、六、七、八、九，九升的玫瑰花灯。四到四里我们已经加了两针，我们还要继续加一针，七升加了两针了，还有五针。然后是两个上针，两针上针，玫瑰花针丝好以后两个上针，这里要编织四个下针，这里是麻花针，扎一针，这样加，扎一针，一、二、三、四，两个上针。四升的麻花针，这里两针上针，麻花针，这里麻花针两个，然后两个上针，在九排九升的玫瑰花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里我们加一针，八、九，九针玫瑰针，然后呢，再来九针玫瑰针以后再来织两个上针。四针下针，下针我们要编织的是麻花针，再来两针上针，四针下针，两针上针，再排九针的玫瑰花针，一、二、三、四、五、五、六、七，这里加一针。八、九，玫瑰针排好，继续排两个反针。四个下针，两个上针，四个下针，我们一样的这里加一针，两个上针。我们排到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加了六针了，加了六针了。如果大家不清楚，在加针加七针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加了多少针，你就编织这里，因为这里还有加针的机会，你不确定自己加了多少针，你没记下来的话，我们现在就来点针数，就从这里开始点，因为后面我们加七针的话是有123针，我们就来点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
33343535367383，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这有102针。再点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102加20针就是122针，122针在这里，我们还要加一针。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再加一针，那么我们的针数就对上了。两个反针，然后再织九个玫瑰花针，正针、反针、正针，三针了，四、五、六、七、八、九，这一针线我们把它拉过来，这里是九针的玫瑰花针，然后这里是两个上身，四个下针，我们这里在这里四个位置加一针，四个下针加一针，然后我们就123针，二、三、四、然后呢是五个上针，现在我们的花形针摆好了，摆好了，反面跟织是反针的，你织反针；是正针，你织正针。我们当然要全部换成五号针，这两根都要换成五号针。反面我们跟织，平针织平针，织反针织反针。白花生好以后，把反面撕完。我们先撕正面，就是白花生的第三排。现在我们撕第三排，因为反面的根枝我也就不再演示。这里是正面第三排，白花生好以后的第三排。五针反针，这里我们马上把这个麻花针给扭一下，因为这里来到这里带长，这排要马上到第三排，我们就要扭麻花了。一样扭麻花跟撕下摆的方法是一样的，先把后面两针拴上，再把这两针拴上来，然后现在是左上右下这样交换位置。多股线拉过来，好，反针，撕好一个麻花针以后，这里是玫瑰针，玫瑰针在反面跟织到正面，现在我们要换针，是平针的撕反针，撕反针的织平针，这里是平针，我们就要撕反针。玫瑰花针很简单，这样
九色的玫瑰花针编织好了，现在织两个上针，然后这里的四针的麻花针，我们要把它交换位置，扭麻花。你麻花好，继续编织两个上针。我演示编织的时候有点慢，我怕丝太快了大家看不懂，所以说大家有耐心一点。扭麻花，两个反针，这里玫瑰花针是平针，我们就丝反针，是反针我们丝平针，这九针就这样编织。好，两个上针，第三排就算编织省排，全部这样摆完下编织花型。我们来看图纸是这样的，五个上针，一个麻花针，九针的玫瑰针，这样编织。再来两个麻花针，中间隔两个上针，再来九针麻花，玫瑰针，两条麻花，九针的玫瑰针，两条麻花，九针玫瑰针，两条麻花，就这样排花，一组花就是九针玫瑰针，加上麻花针四针两条，距离是两针上针，就这样一组花过来排过来，一直排编织到我想要的高度以后，我们再来分腋下，它的腋下减针也是跟前片是一样的。下面我依然继续这样往上编织，这我编织的是后片的长度，后片我编织和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的时候，我们要和前片比。前片的袖口在这里，我们要上来比它的长度，用下摆这里，下摆和下摆对比，然后呢这个位置和这里，这样现在我们就可以剪腋下了。我们这样来看，现在我们把它对齐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剪腋下，编织和这里前片后面织和前面一样的高度以后，我们现在要剪后片的腋下针。后片的腋下针和前面腋下针编织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就来演织两遍看。把前面收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片的图。我们现在来看一次后片的图纸，看清楚。后片我们一样的，这里要后片织剩下两行时，中间留29针。用线穿起来，然后呢领两边各收一针，跟织一行，这里是衣领，现在我们要收腋下和两边，这里我们有写好的前后片的织法是一样的，这里和这里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要肩这里一样的，我们要留23厘米的宽，腋下平收5针，行行收针收7次，隔行收针收5次，一样的和前面一样的丝法，这里
这里是后边的丝法。好，现在我们开始编织。好，现在我知道这里是平正面，正面的话我先把这边剪了，这边剪的话在反面编织，刚好我也知道反面。我们先把这边的腋下剪五针，先把这边剪了，这一排我们先把这边剪五针，这样剪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腋下的五针我们剪好以后，它的花型我们还是跟织，因为这边我是反面，反面花型一样跟织到这边来。这里是反针，我们就丝反针。这款毛衣的反面都是跟织，大家记住，跟织的意思就是它是平针的，我们丝平针；它是反针，我们丝反针，就是跟织。花型都在正面编织，反面只是跟织。好，我们就这样整排跟织到顶端这边来。织到四边的时候，我们要先把整排编织完，我们要在下一排才能剪针，因为我们要织到顶部。这里腋下我们要在四面来剪针，这样剪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剪好五针以后，是平针的，我们织平针。现在这样两端我们的腋下针就编织好了。这里刺的是桂花针，腋下编织好以后，下一排我们将是行行收身。收针的时候，我们是两端都要收，各收一针，每一行都要收针。好，这样循环编织。现在我们两端的腋下都收好了，收好以后我们就要编织，每一行都收针。像我们这后片，我们每一行都要收两针，这里收一针，在这里收一针，这一行行行收针。像这一针，我们收针，第一针收针，两针这样收针，然后收好这一针以后，它是平针的，是平针，是反针，是反针。这里是反针的，我们编织反针，这样跟织后片，这样跟织到另外一斗，我们就再来
再来减针。这样整排根枝，丝都是一头，这样这里我们要这样剪，我们直接丝平针两针合并，这样每一行都收针。好，下一行一样的，这样收针，行行收针，这就是行行收针，每一行都要收。这平针的丝平针，反针丝反针，这里是正面花型，我们就这就是行行收针。到下一端我们又要也一样的收掉一针。我们再来看一遍图纸，我们这样行行收针，行行收针收七次，隔行收针收五次，然后你要量这个位置到这里，收到七次，把针收好以后，我们这里一样的针，这里的尖29针，前面的尖我们是29针，这里的尖也是29针，这边也是29针，一样的两个尖都要29针，中间也要留29针。你收好这里的针数以后，你点尖和领，两个尖和领的针数够以后，你就这样一直知道你想要的长度，这样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等一下，我这里行收针收七次以后，隔行收针收五次，这里到隔行收针的时候，我再来收一次给大家看。行行收针这里我已经演示了两遍，大家应该看得懂了。腋下从这里，我们从腋下这里剪5针，我们做了个记号。从这里剪，从这里每一行都要剪7行。这里1、2、3、4、5、6、7，7行剪7行。这里剪7行就是剪掉14针，剪掉了14针，我们要100。我们下面这里分发型是123针，123针这里剪5针，这里剪5针。就是123减10针，腋下我们这里各两边减了5针，减掉10针，就是剩下113。113这里是7行就减，一共减了14针，那么应该剩下99针。如果你不确定你编制了多少行，你就要点这里剩下99针。99针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再做一个记号，因为我们现在下面我们要编制的是隔行收针。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做记号。好，这里我们隔行收针，我们这里我们在正面收针，在反面我们就不再收针。我们剪7行以后剩下99针，然后再隔行收针，隔行收针这里我们在正面收针，等一下反面我们就不再收针了。我们一样的编织花型，除了减针两头减针以外，花型一样的编织，往上编织不变的。我们在正面收针，反面不收针。
往上像编织，除了收针以外，花型一样的往上像编织。丝到这里，我们这正面，我们的正面减针，这里我们这针也要收掉，这样周针，这样我们就收了一行，这里隔行收针收54，这反面我们就不再收针，反面我们就跟织就可以了。反面跟织，好，我们要织完收针收54，隔行收针收54。现在针我们剪好了，下腋下和袖边的针，我们来看图纸。用图纸讲解大家更容易懂一点。这里我们平针收5针，行行收针收7针，隔行收针收54，这样这里我们从这里收到这里，这里再收到这里，就是这样，这里平针收5针，每一行收针，从这里每一行都要收，这里到这里每行收7次，然后到这里来收的7次有这么高，然后这里隔行收针收54，这里隔行收54。这样好了以后，因为我们这里的高度要23厘米，长度从这里到这里23厘米，就是我们的这里袖口要23厘米。我们知道现在是9，它有9厘米。现在9厘米以后，现在是9厘米，它从这里到这里是9厘米的高度。我们现在就，当我们把这里剪针，行行收针收74，隔行收针收54，织好以后，我们就这样，现在不剪针了，就是往上编织，一直织到这里有23厘米的时候，我们再来留领口的和肩膀的身数。现在我们跟织，这样一直往上编织，不剪针了。后边的腋下这个位置，我们织的高度好以后，我们先来挖后领。我们现在开始来挖后领。我们的肩29针，两边肩29针，我们开始来分。这里分针之后，它是我们花型该怎么织还是怎么织。该拧麻花的，我们一样的要拧麻花。这里是桂花针，你点一下身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2针，23 24 25
26、27、28、29。既然这边我们分好29针以后，我们现在开始来这里后领也是29针，这里也留29针，两边间都是各是29针。我们来剪掉一针。是平针剪掉就可以了。剪掉一针以后，我们用这个用针接着线，这里我们要穿过29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这里29针。这里29针，我们把它拴上，自己打个结。领部我们这里后领我们用线把它穿起来，我们一样的，这边也要有29针。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0，因为我们这里还要抽一针，刚好，所以说我们这里接一头线，这里面要抽一针。然后跟着花型织，该怎么织就怎么织。麻花针呢，我们就扭麻花。反面我们还要撕一排反面的，这样肩才碎布才完成，然后我们就可以并肩和并肩布，反面是一样的根织。
下面我们开始把两块尖合并。我们现在我们要把尖合并。